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邢南，欢迎收看我们车水马龙网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试驾，我觉得应该是各位观众蛮熟悉台湾路上能见度很高的一款进口豪华品牌的休旅车，也就是 Mercedes 的 GLC 哦。那其中是属于现在最新2024年是 AMG Model 的 GLC 43 4MATIC。那说到 GLC， 其实它从第一代2015年的 X 的253以及 C253， 它的 X 跟 C 的差别就在于说 GLC 它有标准的 SUV 的休旅车型，以及酷配的跑旅比较斜背帅气的不同车型、哦、那一直到了2022年，它进化到了第二代 GLC 的 X 的254以及 C254。我们频道其实之前都有试驾过，在2022年底的记者会以及23年的试驾，有兴趣了解 GLC 一般入门200或300的一些编程配备功能表现的话，看一下我们影片嵌入的之前的试驾。那今天我们当然要来试驾，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 AMG 最新导入的 GLC 的43、哦、那说到 GLC 的销售能见度非常之高，我们跟台湾宾士要了一下去年他们的一个销售概况，单就台湾宾士全车系的销售，其中就有超过六成的比例是 SUV， 包含我们讲的这种酷配 SUV 的销售。那再把 SUV 的车型来细分的话，宾士其实现在车系的选择非常之多，占比最高的高达四成多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GLC， 包含 GLC 的 Coupe， 另外也有占比多达三成之高的，就是再小一点 NGCC 小车 Family 的 GLA 以及 GLB， 以及占比第三高的就是多达两成比例，就是更大尺寸的 GLE， 当然再上去还有所谓的 GLS 以及纯电的 EQE 啦 EQS 的 SUV不同的车型。那以今年24年的销售状况，今年一到六月完整的数据，原厂也提供给我们了。其中光是 GLC 的 SUV 的挂牌数字就已经超过了2000台之多，而且可以看出来一个比例，也就是酷配的车型有越来越受到国人青睐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驾，是属于 GLC 43 AMG 酷配的车型。那车价这一代已经来到了408万。那我们也补充一下，如果你去看过去到现在，不论是一般的200或300的动力 SUV 跟酷配车型，基本上酷配车型帅一点，原厂会叫你腰包多掏一点钱、哦、以现在的 GLC 的200、300的酷配来说，都比 SUV 贵17到21万不等。不过今天的43的 4MATIC 它只比 SUV 贵了12万。好，我们片头一开始就说，哇 ，GLC 其实在台湾卖得非常之好。就我个人的一些观察，我常常会跟我一些朋友开玩笑说，你有没有发现路上的 GLC 的能见度几乎不输给印象中一些一般品牌的中型 SUV， 譬如说双田的 CRV 啦、RAV4。当然，我觉得从不同的面向来分析啊，第一个，我相信一般人在买新车的时候，预算通常会是一个考量，但有些人不见得是没有预算哦，他是觉得说可能拿个百来万出来买一台新车，像我们刚刚讲的日系的双田的车款，就已经可以满足他作为一个代步交通工具的需求。但有些人预算多一些，或者是他想要多花一些钱来享受一个，比如说豪华品牌的光环啦，开出去比较体面啦，比较有面子啦，或者是这样的欧系品牌，它有更高的一些科技配备，或是更舒适豪华的便利的一些诸多考量都不同。所以我觉得单就一些印象中我们国内新车销售的月销售的挂牌数字 ，GLC 有时候它单月的挂牌就破千台，当然其中有包含一些贸易商的数字啦。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试驾的 GLC 43哦，毕竟 AMG 又给它哪些专属的配备。首先，虽然它是 Coupe 车型，但车头以前的配备跟 SUV 车型没有太大的差异哦。首先就是它有43这种 AMG 标准的一个水箱护罩，就是止步式。然后你也会看到 AMG 这个苹果树的屏标的 logo。然后再往下看，它的车头整个的气坝造型就是 AMG 专属的比较运动化的造型哦。那另外，你如果要选配，当然 AMG 也有所谓的夜色套。
套件黑化，或者是一些碳纤维的套件，可以再满足你不同的需求。那头灯配置的部分，43的话，标准也都是 LED 的光源。那这台车有另外加价选配的所谓宾士他们家多光束的数位头灯。那我们其实在之前一些 E-Class 啊，一直到这台车，其实它还有更高阶，譬如说有一些投影迎宾的功能，你还可以再往上选配下去。但我觉得以这个多光束的数位头灯，已经非常适合一般国内的道路使用状况。再来看一下车侧的部分，今天 GLC43 一开始就讲它是 Coupe 的车型，当然线条上跟 SUV 比较，收尾方正是截然不同。那以尺码来说的话，基本上你如果把 SUV 跟 Coupe 两台的43放在一起比较，车长有差，其他车款跟车高都是一样。那车长的话，这台已经来到了4.79米，那基本上会比 SUV 长大概4公分左右，让你视觉上看起来好像变得比较低趴，比较跑格化一些。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一台43，它在胎圈的配置原本是前265后295的胎宽，但是是20寸。那这台车同样也是另外加价选配了，我觉得蛮帅的 ，AMG 的21寸胎宽维持不变，然后是德国马牌 Sportcontext 7的胎宽，然后里面看到的话，其实它的前后的刹车其实盘径都蛮大，而且是打洞的。然后前面看得出来是 AMG 六活塞的卡钳。那另外你如果想要更热血的话，你也可以再选配成红化红色的爬钳。那另外你在 A 柱下面就会看到这一次43其实多了一个 logo 的一个表征，就是 Turbo Electrify， 也就是说他把他们 AMG 在 F1 科技上的一些电子涡轮科技运用到了这台车的动力系统之上，而且它跟过去43最大的差异，原本是 3.0 V6， 这次改成了 2.0 升涡轮，只有4缸重置的设计，然后加上了电子涡轮。那马力的话调教非常大，420 CP， 然后加上48V 的 Mild Hybrid， 我们等一下试驾来好好分析体验。它也有一个天窗的设计，但它只有在前排这边可以打开，没有做全景的配置。窗框还是维持这种铝质银色的设计。然后前后轮拱的话，43都已经同色化。那这台车是所谓的光谱蓝，不用选配加价的一个蛮炫的新的颜色。但它在侧裙、前保杆下面一点点，以及后保杆大部分都是用了一些防刮材质，因为这台车之前有一些公办活动，可能有做了一些轻度的越野，所以看得出来的防刮已经有一些些的小小的伤痕了。然后它在尾箱的话做的比较酷配这样的一个斜削的造型，有一个蛮细致很好看的一个小小的压尾。那说到这一代 GLC Coupe 的车尾的部分，其实蛮有型的。它远看像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那其实它还是只有左右两边灯具在发光。然后保杆下面的话，中间有 diffuser， 然后直接就是给你左右各双出四出这种 AMG 蛮跑格化的一个排气尾管。然后开尾箱的部分，基本上它还是去推它这个三芒星的 logo。然后打开以后，你就会看到其实 Coupe 的这个尾箱的车高的部分稍微会比 SUV 来的高一些，你搬东西可能要稍微费力一些。那以数据来说的话， GLC 的 Coupe 跟 SUV 的话，它的容积的数字原厂公布是比较小的，它的五人座情况下只有560公升，当然它的两边也有一个快捷收纳间，一拉直接椅背就会打平，可以扩充到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后帐板的下面你把它打开拉起来再往前拉，其实下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杂物的收纳空间。那以这样的数据以及目测看起来，我相信一般人的家庭使用 GLC Coupe 其实容积的表现已经相当够用。好，我们刚刚看完了外观的设计重点之外，我觉得 GLC 还有一个热销原因，就是很多人喜欢宾士这几年他们内装的一个科技氛围，甚至一些豪华感。那以今天的 GLC 43来说，当然它就有这个新时代 GLC 基本的布局，就像我刚刚讲一些科技的配备，12.3寸数位仪表，以及直立式很大的一个11.9寸的直立式的萤幕。那再来的话，像是一些皮质的用料啦，甚至是到了夜晚，我们刚刚在来的路上经过隧道上，你就会感受到很多人喜欢他们这种夜店风很奢华的气氛灯相关的对应功能。那再来看一下今天 GLC 43，当然又强调了更多 AMG 专属的配备，除了它在一些仪表的界面里面会有更运动化的一些选择，譬如多了一些 AMG 的 logo 之外呢，那在方向盘的部分它也用了 Napa 跟 Microcar 这种三幅竹蜻蜓式，后面也有很好质感的
换挡拨片，那 ANG 标准的旋转拨钮分别在我们讲的四点跟八点的位置，你可以再做设定。好，另外在仪表的部分，这台车标配我们看到它是这种类似碳纤维卡泵的一个编织纹，然后上面有很好的一个质感。那门边的话也有一些红色的缝线。那驾驶界面座椅的部分，基本上四三也标配了类似麂皮跟真皮交错这种的一个混合的材质，然后在椅背有一个小小的 ANG 的 logo， 那基本上都是很豪华，电调、记忆都有的。那另外，如果你想要更热血一些赛车的氛围 ，ANG 也提供了不同款的 ANG 的赛车椅，可以在网上去加选。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这台车外观有所谓的一个多光束头灯数位化的一个选配，基本上它也是现在宾士台湾宾士蛮常见的所谓的 PDC 啦 PDD 的一个豪华套餐。那这台车就是选了 PDC 的配备，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多光束的头灯之外，车内的部分你会看到有更好的一个双层的隔音玻璃隔热的功能之外，那包含了 MBUX 的界面里面也有多了 AR 的扩增实境相关的选配功能。那另外在音响的配置，这台四三也给你不错的一个配备，它直接原厂就附有了 Burmester， 然后是 3D 的 Audio， 15支喇叭，最大的输出功率来到710瓦。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像现在新 E-Class 有一些宾士新的电动车所拥有的 Atmos 这样一个立体声的环绕音响，目前这套界面是没有支援的。好，再来看到这台车后座的空间机能的部分啊，其实我之前也跟各位观众分享过，遇到这一类百休旅车有 SUV 或是 Coupe 车型的时候，我承认 Coupe 的车型会比较帅，但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既然买到休旅车的话，我会比较强调它的机能，尤其是乘坐的感受上，所以我通常会去选择休旅 SUV 的车型。那坐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台43的 Coupe 车型，以我的身高180，这个 B 柱往 C 柱下削的这个地方，你进来就还是要稍微扭脖子一下才会进来。我觉得这个动作，我个人就比较不喜欢这样的感受。但是坐进来以后，在空间的感受上，其实它跟一般标准款的 GLC 200-300没有太大的差异。当然 ，Coupe 车型你会发现，在头部的表现，其实以我180公分，你坐比较挺，它椅背是固定，不能调。其实头发梳的比较立的话，其实只剩下一个手掌，所以头部空间表现基本上，我觉得 GLC 以 Coupe 车型，它跟我们刚刚讲到一些甚至日系的中型 SUV 来说，空间并没有比较好。那加上你看一下它膝部的空间，前面我180公分的坐姿到后面，虽然它椅背有配合一些凹陷，但膝部也只剩下大概一个拳头多一点点。所以严格来说 ，GLC 这样的4.79米的车长。2888mm 的轴距，在空间的机能上，我觉得并没有说非常的解说。当然，我相信很多选 Coupe 的车型，就是自己开或者是在两位乘客为主，后排机能比较没那么重视。这我们这边特别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分享。不过它的椅子坐的比较架高，所以你脚的部分还可以稍微往前，让你有一个稍微可以做一个休息的一个舒缓的姿势调整。那椅面的部分以我的大腿来说，稍微有点要悬空了，但是它用角度把你人稍微大腿往后撑，所以撑起来以后，让你就不会有那种大腿悬空的感受。那一样皮质跟前座是真皮跟麂皮这样的一个交错的一个皮质，然后后座跟前座安全带也都是 ANG 红色标配给你的。好，聊完了 GLC 在台湾热销的几个原因除了外观内装，我觉得它在动力的编程的选择上，其实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到今年我们今天试驾这个全新的43的动力也算是给不同的买家需求提供很丰富的选择。那以目前台湾宾士导入的基本车型，当然 SUV 跟 Coupe 都有，就是200跟300，它都是 2.0 升的四缸涡轮增压，但是有低出力跟高出力的不同。那当然它现在台湾宾士引进的都是 4MATIC 四轮驱动的车型。值得一提的是 Coupe 的车型，台湾宾士还特别有最顶规的性能，也就是 GLC 的 63SE Performance， 也就是跟目前不论是 ANG 他们家的 GT63 C63 一样等级，就是用了宾士车队他们 F1 黑科技。除了今天这台车的这个 N139L 的 2.0 升的四缸涡轮增压 Mild Hybrid以及 F1 电子涡轮科技之外，后轮还多了电动马达，让它重效马力比今天这台车更大，来到681匹，0-100 3.5秒，但售价也会更高一些突破600万的新台币售价。那回归到今天的43这台车上，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聊到，
它是全新的四缸的动力哦。那实际的数据的部分，最大马力原厂公布是来到了421匹哦。那还有另外在48V 的 Mild Hybrid 轻油电的马达，宾士公布也有14匹的马力的注意哦。所以基本上以这样的数据看来，较前代我们有讲到 3.0 V6 的旧款的 GLC43、哦、还不到400匹，所以它这一代一举就是要举多了20-30匹之多，已经有逼近我们印象中不论是 NG 他们家的小缸炮 A45 啦，加 2.0 升四缸涡轮哦，421匹的马力。但今天我们开下来的感觉，我觉得因为 GLC Coupe 的空车重就高达1995公斤哦，再加上人的重量，所以它已经是超过2吨的空车重。所以虽然原厂说这个 F1 涡轮的主要用意就是把前代开起来在中低速前段转速的这个 Turbo Leg 让它减轻消弭，我觉得在中高速的确你在一定的速度，然后重载油门 kick down 或是你打拨片退档以后的加速感，的确出力源源不绝来的那个力道是来得更早一些。但因为如果你是从起步静止比较低速想要上来，你要有像我们刚刚讲，如果说是小钢炮啦、A45 啦，或者是我们前阵也试过的NGCC 的 GLB 的35的 NG 那种比较前段比较冲的感觉，在这台车上毕竟吨位的关系比较没有那样的感受。而且蛮特别，我们刚才发现当你把这个 Drive Mode 啊调到 S Plus 的 Mode 的时候，原地你把它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它还会攻攻攻攻攻，仪表车内还会有这种 Launch Control 赛车起跑模式的辅助功能，当你左脚刹车放掉右脚油门到底冲出去的一瞬间，也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它的吨位使然，它没有那种钢炮呱一声四轮弹出去这样的感受，但它只要起步之后，其实它的伴随车头的引擎声浪跟这台车 Sport Plus 尾段排气阀门这种雄浑的声浪加总之下，其实跑起来也是非常威武的这一台车。那这台车在变速箱的配置上也是一个全新的 AMG 的 SpeedShift 的 NCT2， 也就是多片式离合器也取代了传统液压的扭力转换器。那它在操作的模式上，如果你用像我们现在一般模式，我觉得整体换挡的平顺度舒适度其实都可以让这台 GLC43 可以说是非常的 gentleman， 很舒适的一台车。但你到了山路想要小热血一下，比如说把调到Sport， 或是我们直接把它调到 Sport Plus， 就会听到尾段稍微收油就会有啵啰啵啰的回火声哦，也蛮难得的。现在 NG 已经越来越少有这种原厂有这种放炮感觉，有些是音响的模拟，但这台车是真的。那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你调到 Sport Plus 这样的模式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个 NCT 的九速的变速箱，其实它在换挡的模式跟刚刚 Comfort 就截然不同了，尤其是你在入弯前刻意的退档做减速的动作，除了声浪非常的过瘾之外，你也会感受到它基本上的退档的这个力道的顿挫感也会比刚刚在 Comfort Mode 的模式来的更直觉一些哦。那以原厂0-100的加速公布依旧非常惊人，比前代的 4.9 秒更快，已经进步到来了 4.8 秒。那 GLC 43基本上也配置了 AMG Performance 的4MATIC 哦，那 ANG 特别在这台车的 4MATIC 四轮传动做了内后驱的设定调校，也就是它的扭力的输出哦，前31后69，让它在有四轮传动刚安定性抓地力的前提之下，保有一些些的后轮多一点输出这样的调性，让它有更好的驾驶乐趣哦。再加上这台车它有 ANG 的 Ride Control 电子阻尼，那说到刚刚讲的这个带一点后驱特性的 4MATIC 那其实我也在弯中刻意入弯前稍微做了退档减速，出弯刻意补一点油，甚至让方向盘角度打得急一点你会发现它还是比较偏标准的接近50-50这样的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转向，并不会有我们刚刚讲3169后面多一点就会让你出弯带的时候后面会有点Power Slide 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应该也是像刚刚讲，它的吨位实在有点重，近2吨的车重加载重之后，所以它在弯中开起来，我觉得也跟它的这样的一个家用的休旅帅气的跑旅的车格是比较 match 的，所以整体开起来的这个稳定度、安定感，甚至信心感都是很好的。
那说到在弯道中的稳定以及灵活度来说，基本上 GLC 43 Coupe 哦，它也配置了后轮转向的辅助配备哦，但基本上我觉得它的角度不算太大太夸张哦，所以像一些市区的回转哦，这台车的回转半径还是蛮大，但你会在带点速度的弯中就会感受到它的灵活度是有的。那照原厂的说法，它是以时速100来做一个界定，当然时速100以下哦，中低速的时候，它就是用反向的角度，最大可以来到 2.5 度哦，让你的操控转向更为灵活。那时速100以上就是强调是高速的稳定性，它会用微微的 0.7 度来做同向的辅助转向，让你的车有一个更听话的轨迹的循迹性。而且这台车在刹车的调教上，我觉得你刚开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尤其哦，你是在运动模式之下，油门的敏感度是更强的情况下，也就是你遇到刹车或是一般路况需要刹车的时候，哎，你稍微照你习惯平常开自己爱车的脚的力度去点的话，哎，都会稍微让乘客自己其实都感受到比较锐利的一个刹车的前段的一个反应哦。所以你要把 GLC 的43开得又快又稳了，要稍微适应一下它的刹车系统。那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从内湖开来万里金山的路上，高速公路当然我们也又会再次的好好去体验它的 P20 的 ADAS Level 2、哦、那宾士向来也是我们每次试到都不得不肯定夸赞它一下，它整个的 ADAS 真的非常的直觉好用，而且所谓的直觉好用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你随时去按了你九点钟方向的 set，它只要透过镜头、雷达、波板、探线以及前面跟车的距离的拿捏，它都很快，大概短短一秒你就会发现它荧幕的显示就已经是绿色的方向盘、绿色的标线，然后前面的跟车都抓到，标线也对到，所以它的 P20 依旧维持过去的很有水准的一套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好，那我们今天试驾完了 GLC 43 4MATIC 的 Coupe 的车型哦，我相信啊，如果以过去 GLC 的43，其实在整个 GLC 车系的占比哦，台湾宾士说大概有10%左右的车主，虽然买到了休旅车，但是还是有一些热血的爸爸会想要有更好的一个哦驾驶乐趣以及操控性能。那我相信到了这一代全新的 C254 车型的 GLC 43 4MATIC 一样会有这样的一个 TA 主群买家，而且很明显的像我们试驾完之后，它的整个的动力反应、底盘的操控，甚至一些配备的丰富豪华度、科技感也比前一代来的有明显的进化。当然我们刚刚也有聊到这一代的 GLC Coupe 还有63 SE Performance 哦，那售价破600万，马力当然也逼近700匹哦，非常可怕。我不知道到底国内会有为数多少的车主会愿意花到这样的价格，甚至这么热血的性能，在还没开过 GLC 63的情况下，如果你花个像今天这台车408万买 GLC 的43 4MATIC，基本上它的方方面面的整体表现，我相信已经可以满足90%以上骨子里有点热血家庭的爸爸的买家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看看之后有没有机会试到 GLC 63咯。那我们今天的43 4MATIC 的试驾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收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看我们的频道，把我们的频道一起追踪、按赞、开启小铃铛、订阅起来咯。我们下次见，拜拜。